面嘛，真的很棒。他们会感受到小朋友的那个情绪。小朋友如果在马背上，比如说他有点暗，在哭啊，在干嘛，他会好像速度有点放慢，然后会等稍微等一下小朋友。玉馨哦，他其实我生出他来的时候，他就很难养，他的比例就像一个很瘦的 model 的那个大人的感觉。现在已经4岁5个月了，现在走路还是很容易跌倒，就是平衡感非常不好。这4-5堂课他的转变呢，最近在练跳舞，学校他可以这样子转圈圈，这样之前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转圈圈他会有一个你必须要运用到单脚的一个力量，但是他这样子会跌倒，可是他现在不会。